那你衣服，天气预报说今天会下雨，听到了吗？杨紫和肖战在演这部剧之前都是单身人设，尽管杨紫很想成家，但是一直没有开启第二段恋情。肖战也是自从出演《陈情令》后就没传出过花边新闻。但是很微妙的是，一个说自己在35岁后才会考虑结婚，一个说想在35岁前结婚生子，这真的不是在隐喻什么吗？毕竟从哪里看，两人都是天作之合的一对，俊男靓女两个人的颜值真的很般配。肖战的外形是很多粉丝喜爱的，肖战也是凭借英俊的外形才会有这么多粉丝，而姊妹那就更不用说了，童星长大的姊妹，外表甜美可人，你看无论从哪里看两人都非常般配，更别说在片场两人互动经常很亲密了。一次片场，肖战暖心提醒杨紫天气冷要她多穿点衣服，杨紫一脸很害羞的表情，网友表示磕到了，小伙伴们有磕到吗？欢迎留言评论。